家人们，早上好，早上好。现在跟大家来分享一件翡翠，翡翠紫罗兰冰诺的一件这个作品啊，竹节象征节节节节高升。旁边雕的这个是叫做合欢合欢。这个冰诺茄子的这个紫罗兰哈，我们这个视频是在自然光下自然光下给家人们来拍摄的哈，跟实物是95%的相似度啊，颜色的这个误差率只有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几乎跟实物是一模一样的。我们可以看到视频可以看到这个种水哦，相当不错，相当好哦，种水相当好，整个料子也是非常细哦，非常细。然后这个坠子头哈，独牙头是真钻哈，有几颗小碎钻，18K 金真钻的一个吊坠头哈。这个弓也雕的不错哈，弓也是雕的不错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弓哦，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很到位哈，处理得很到位。然后这个厚度也挺厚的，嘿，真高哈。伊这竹节哈，竹节这地哈，这个竹叶哈，搞多厚度也是比较厚的哈，不是那一种薄薄的那一种，那一种料子的料啊哈。然后价格哈，我们给家人相当优惠的价格。这个实物的颜色还会稍微再紫一点哈，因为这个视频拍起来颜色比较淡。家人们如果喜欢的话，就直接去拍哈，直接去拍。然后我们顺丰广州到台湾只要两三天的时间就能到台湾了哈，很快，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哈。